就为您领一封，再封。
三十公。人如茶香，汇聚六归。今日在这一天，我们在丘比市长的带领之下，与我们的司茶人本着感恩的心，来奉茶于天地万物。一盘新香，温暖人心。一盘新香，冬日带来我们团圆。今日奉上五盘，代表我们五福临门。地养万物，复苏更新。树上鲜果一篮，代表我们万物复苏。天养万物，地育万植，人心养育培养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充满了正能量。因为今天我们本着敬天惜物爱人的本能，来这边奉茶给天地万物，给所有的人。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伯父的庇佑之下呢，今天的茶会必定顺利完成，顺利举行。谢谢。李晨，好，请主记者陪记者转头转，走到队伍的后方。好，请坐坐。首先进入我们会场的是月印千江协会邱展玉邱理事长，后面穿着好像花仙子漂漂亮亮的两位我们的小女孩呢，是我们的邱玉香、邱玉清，今天呢也准备了儿童茶席。好，紧接着是我们月印千江协会创始人我们的戴宇珍老师，以及月印千江协会的总干事李英发李总干事。好，接着是詹燕和司茶人陈佑君司茶人、邱成胜司茶人、林百里司茶人、邱玲珑司茶人。好，以上五位呢是我们创意区创意区的司茶人的部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曾慧芬司茶人、梁明荣司茶人、邱文君司茶人、柯慧娟司茶人、
邱义正司察人，陈荣展司察人，高舒雅司察人，王俊雄司察人，王品源司察人，孔林立司察人，苏婉君司察人，詹伯勋司察人，江全新司察人。今天司察人共有25位，还有加一位特别席，也就是我们戴宇芬老师，今天也准备了一个茶席来奉茶。有规定位置之外，次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自己想要到的席次呢去就坐品茶。所谓的导师区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茶界已经有一定的年资，甚至是协会的理事长，也在茶艺界教学多年，或者是做了陶器的制作，以及茶艺的教学的部分啊，譬如我们的荣展老师、梁明荣老师、高舒雅老师、苏婉娟老师、柯慧娟老师啊，这些5位就在我们的，还有王俊雄老师啊，都在我们的导师区部分哈。本土大佬。好，我们的茶人呢已经慢慢的就坐，那也请我们的茶客呢可以就坐啊，可以就坐，谢谢。在座有非常多来自各方的贵宾，还有来自各茶界的资深前辈，还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还有我们协会的会员，以及许许多多帮助我们的志工，大家下午好。好。非常谢谢哈。今天真的是很热闹的一个场面。那么我觉得非常幸福的是，在2020这么艰困的环境中，那么我们仍然拥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啊，那能够在老天爷的庇佑之下，能够非常舒适的来品一杯好茶。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奉茶国公这样的仪式，因为在客家的文化中，我们的国公就是保护百姓的神，所以在我们爱天敬人惜物的感理念下，我们先来了一段敬国公奉茶。那今天呢，是我们屏东运营新疆协会的年度正会的茶会，会选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每年的新泥桃古泥会来颁，就是说我们要祈福感恩，来感谢上天对我们厚爱，尤其是走过刚讲的艰苦的2020年之后，那么透过茶会的茶道之美，也让大家可以体会到我们生活品味可以慢慢自我的提升，这也是一种人文素养的提升。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司茶人，他都把他最美好的一面呈现了出来，他把他最好的茶都带了出来啊，那最好的茶器、最好的配置的美学都带出来。所以呢，是不是我们先来谢谢今天非常辛苦的司茶人，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谢谢哈。那推动这样的茶道美学一直是我们运营千家协会的理念，同时我们每年8月15日也会办一场全国的泡茶比赛，那这一场泡茶比赛是由我们的创办人戴宇芬老师，你在哪边哦，在我们的舞台右手边啊，他一手从第一届开始哈，到现在的第6届第7届我们改成感恩茶会，那么在今年
8月15日即将要进行第七届，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时候也一起来共襄盛举哈。培养我们的茶道人才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今天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感谢我们所有爱茶的人，在屏东我们在非常缺少资源之下，我们一直在努力争，我们也看到的成果一直在慢慢展现，这也是要谢谢我们在地许多帮助我们的人，包括像我们今天莅临的李世干李议员，李世干议员是这一次我们的赞助哈，非常极力赞助我们的，非常关心客家教育跟文化的议员，还有我们屏东县政府的秘书钟定豪钟秘书，他非常的长期的都一直支持我们的，包括泡茶比赛等等，还有今天在座来的十几位国小国中的校长，有我们校长在哪边？我跟大家挥挥手哈，这个校长哈，从小。的教育开始就一直重视哈这个人道，还有重视这个小朋友的品德以及这个美学的培养非常令人感佩还有许许多多哈我们的贵宾待会我再跟各位一一来做介绍。那我们这个有一位吴文豪理事长呢，他也专程来到他是台湾六堆文化观光产业的协会理事长推动什么六堆文化观光的这个事业非常非常积极跟认真。还有一位一定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台东茶改厂的改良厂厂长萧厂长，谢谢你。这个我们台东改良厂的茶改厂最近有推出一个台24号这个成绩非常的一个杰出对茶界贡献非常非常大非常大，谢谢萧厂长，谢谢。二哥，我称这个邱理事长我都一直称二哥，所以待会一直称二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邱展玉理事长二哥对我们有对从读书的时候跟我们蓝群杰博士跟我们六堆大专青年大家都在一起所以二哥说他六堆300年，今年西元的2021年，我们的民国110年，也是我们六堆重要的一个第三次的客家运动的这个年头他就要带头响应来我们六堆客家文化园区来办一个活动。果真二哥就是说到做到，是不是？借由大家的掌声来向我们的二哥还有我们的师茶团队献上一个温暖的一个祝福跟鼓励，感谢二哥六堆300年真的不简单，希望借由我们所有的活动，也借由刚刚我们老师所谓的我们先金把狗，先向伯公感恩感谢，谢天谢地，还有谢谢所有的人在师茶的文化里面就以感谢来做这个主题，很谢谢所有我们的这个茶道文化的所有的一代接着一代，还有我们所有对于礼节的所有的文化的推动者，感恩所有大家我也看到现场有好多的我们教育界的校长好朋友都莅临会场，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爱茶的好朋友以及爱礼节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在2021的年头的出发，我们就以礼节来象征出发，希望我们今年刚刚陈如二哥所说的，我们跟2020 say goodbye， 希望未来的2021我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大步向前行，希望能够超越更好的自己，让我们的自己能够更好更棒，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与会贵宾所有的好朋友们，
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幸福健康，2021祝福大家，感恩大家，谢谢。意思哈，因为寒流已经过了好几天哈，那像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在穿着很厚的衣服，到这边来才知道说很热哈，这表示说我们的热情已经在这边这个愿意千江的一个这个协会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温暖哦。那我在这边参加很多场我们礼尚所办的一个活动哦，在这边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哦。这个一个谢天谢地哈、哦，还有一个是尊重我们的父母亲哈、哦，他们还有一个视察的一个奉茶的一个仪式啊，觉得这个茶道是非常有教化人心的一个这个协会哈、啊。那所以说，我想我们县政府也是非常乐意去发扬这个协会的一个茶道精神哦、啊。那在这边代表潘万县长来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今天真的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啊。那个。还在那个一些那个啊，都受到整个寒流的那个影响，但好像是啊，都在逐渐冷缩了啊。那今天啊，在这样的好天气里面哈、啊，我们呢哈、啊，在这样子一个风光明媚的我们那个六龟那个客家文化园区里面哈、啊，办这个茶会是非常的那个啊，一个啊好的一个时节哈、啊。那如果讲到我们的屏东哦、啊，其实以种茶的历史来讲的话哈、啊。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不需要去。那个哈，我们那个大家耳熟能详啊，就是一个港口茶。那如果是推到那个港口茶的种茶历史，就是明朝末年哈，都已经啊开始了，在我们那个南台湾这边哈，把第一棵茶树什么种下来了啊。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哈，我们整个那个茶产业发展啊。我们屏东的话哈，已经晋升到哈各县市排名的话，已经晋升到前五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哈台湾农林公司啊，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老皮农场啊，种了将近那个哈那个400-500公顷的那个的茶叶了啊。所以哦，在整个那个产业面来讲的话哈，台东啊那个我们屏东这边的那个茶叶的发展啊，绝对啊那个哈可以跟啊我们。所有全台的各县市领导去避免啊，那个哈、哦，即使茶哈、哦、最令人哈、哦、感到非常那个欣慰的地方哦，就是说它不只说是我们啊那个开门期间是中的一件啊、哦，那更是说在目前啊这个啊风雨飘摇的季节里边呢、啊，为什么呢？疫情啊全球在蔓延，那我们茶哈、哦、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原料啊。哦那我们、啊、希望说是、啊、借于这样子一个推动那个大家品茗的、啊、这个活动、啊、更把我们地方的产业也推出去的，那更把我们最好的那个饮料的话、啊、也提供给、啊、所有的那个、啊、这些那个爱好者来品茗、啊、那也在防疫上、啊、一定能够贡献出它的力量、啊、那个、啊最后在此的话、啊、记住所有啊与会的贵宾的话、啊、大家那个、啊、今天都有一个美好的那个时光。那现在就请我们的司茶人呢，邢墨礼，请闭上眼睛，也请我们的茶客呢，面对着我们的茶人。邢墨礼呢，是一个尊重，是一个专注，是一个感恩，我们美容队连接地，是一个回馈，连接地。今天2021年的1月3号，我们愿意千江协会在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在今天六龟文化园区，在国宫的前方，本着一个敬天爱物习啊，敬天爱物，哎，忘记了怎么办？
来，弟弟一起过来，快点。来，嗨，你好。既然人家要做，一生要个那个某班有些东西啊，没有目标啊，你看哈，我们有进攻岗，那六岗的劳动力还拔了两千块，慢慢的有钱了，现在的第二句话要改一下，哎，先去看看会不会再讲。
理事长，我们的小玉会长。有点老了，然后我这个是最近才整理的。感谢周杰伦，我们的礼物，谢谢哈。邱理事长，邱理事长，请到这边来颁发感谢状。我们请我们的。好高兴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在想，如果在2021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展望，都是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乐音千家呢，已经每年度都有泡茶比赛。泡茶比赛之外呢，千日红就是我们屏东最大型的户外茶会。希望在这茶会下，每一寸阳光就是每一寸祝福，祝福每一位。也谢谢今天所有的志工朋友，谢谢我们的总干事、副总干事，谢谢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谢谢议员，谢谢所有的贵宾，谢谢大家。我会一直会留下你的汗珠，你的幸福。
月印千江协会创办人戴宇珍老师的一个理念，他希望说人不是只有喝茶，人不是只有淡定的优雅的静心的去喝，还要去感恩，还要去回馈，所以我们必须奉茶给我们需要表达谢意的人，跟他说一声谢谢，跟他说一声感恩的话。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礼轻奉茶的过程呢，我们大概会譬如说夫妻档会挑一个来表达你对对方要表达的谢意，那被奉茶的人啊，你也可以回馈一些，还有师长、学生，还有母女，还有父子也是一样，我们就会挑一个一个，大约有3到4组。来讲一下你们感恩的话。那今天呢，为我们奉茶的呢，有我们国小校长，有学生，也有儿子，也有为了表达我们对茶叶界的谢意的，我们特别派了一个代表来对我们茶改厂的厂长来表达谢意，还有母女，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一个预备进入小学，一个还没有进入，他就开始给校长压力了，而且一次奉2杯，希望校长努力。好，那现在呢，就请我们的奉茶人呢退后一步，太靠近。奉茶，
奉茶人请退后一步，我们一杯茶呢品三口，那我们就可以品出说，今天我奉茶给我的人呢，他里面是不是真的存着感恩的心。哦，现在访问一下我们内埔国校校长夫人，等一下，来，你边喝，我们的校长来讲几句对你表达感恩的话亲爱的太太，特别感谢你，把我的心碎，把家照顾的孩子照顾。谢谢。薪水比孩子还重要，因为他把薪水摆在第一位，很真心哦。这个校长真的对你始终如一，非常的真心。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话呀？也要让我们的校长知道呢？谢谢。谢谢你的支持与照顾，感恩，谢谢。那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反正我们还有时间。不用了，不用吧？跳过去，我们这位校长夫人说不用了，不用了。他很怕你说出跟那个内埔国小校长一样的话。跳过去了，好，他是过去嘛？来，那我们请品员好了，这是私生子。好，来，我要感谢的是老师这一路的提醒教诲，一切就是不言中，非常感恩与感动。然后今天我非常非常的很感动，因为我加入了老师的，成为他的弟子，这是我最感动的时刻。谢谢会。不客气哈。好，来，我们爱老师。谢谢所有的视察人，平云也是视察人之一。今天呢，他是我入门的一个可爱的弟子，我很感动啊，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却说我希望来老师这边也发扬礼清茶道，可以把礼清孝亲的文化推广到所有有缘人的地方。他有这一念心，我非常的感动，也谢谢平云爱我，老师也爱你，非常爱，大家都爱你。好，接着我们常常讲，就不用讲了哈。我儿子常在家里怎么样表现对他的爱，我都知道。他只要听到我很像脸色不太对哈，你知道吗？他那一天就跟着爸爸一天。他都觉得我在欺负他爸爸。好，接着我们这个常来场的厂长一定要讲几句话，你就谢天谢地就好。然后我们的茶农啊，我们的茶庄，包括我们喝茶的，都可以喝到健健康康的茶。你都讲完了，我讲什么？好，代表我们这里所有的视察人，谢谢厂长，那给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喝的茶叶。那祝厂长身心自由，财富自由，幸福美满，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我们玲珑来讲好了哈，讲大声一点，没关系啊。谢谢协会，谢谢老师，然后谢谢茶，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让我认识茶，然后谢谢妈妈一直的陪伴，然后教导，谢谢你。好，谢谢啊，文娟。谢谢老师，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师兄姐的陪伴，然后一路的这个活动都让我增长很多知识，然后在生活上也进步很多，然后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谢谢。文君真的很棒。好嘞，哎，怎么少了一个？啊？只有我们香香了吗？来，香香，香香对面的人是谁？校长。校长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啦。帅哥，大声一点。帅哥。帅哥，来，你要跟校长说，
校长，我是一年级的小朋友。校长，我是一年级的小朋友。我奶奶说。我只能进去前进国小。我只能进去前进国小。因为校长长得最帅。敢讲了，他不敢讲了，怎么办？还有其他校长呢？啊，没有，屏东区，屏东区，屏东，屏东区，靠高屏的。你们好好学习，对不对？对不对？你也会很棒，对不对？哦，你会不会在学校泡茶给校长喝？会哦，好棒哦，谢谢。来，我们的校长也要跟你们讲几句鼓励的话，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各位前辈哈，啊，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啊，我觉得我会非常幸福，我比各位幸福，因为我喝两杯。啊，谢谢玉静，谢谢玉香啊，这两个最可爱的小朋友，每天早上来都带给我非常多的活泼，满满的活力。因为一早来我就可以看到玉香的那个笑脸啊，非常的迷人哦。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好，谢谢。那现在请我们的奉茶人来往前一步收杯，谢谢。然后也请站到我们的感恩者的背后，被感恩者的背后合照。Thank you.
神话的河，吐一条理想的光，不卡路那木那走路，是。所有成员来赶快报名啊！那绝对百分百被录取，因为我们有医师在旁边指导，还有博轩啊，有制茶厂，有知识级的哦，都在这儿来。圣诞红有二十瓶，如果有我们的茶人或者是我们的茶客有需要的话，可以带回去哈。圣诞红，我们的舞台区可以分享，谢谢。可以来舞台区分享圣诞红。那也有粽子，
还有五色糕，还有甜的糯米，也可以带回去分享，谢谢。好，那个圣诞红，哎，后面还有人，大家分一点一点，可以可以可以，分一点一点，好，后面好，没关系。如果有需要圣诞红的，舞台区这边有，可以分享出去。感恩学姐。